东南亚穆斯林人口众多，商机可期，不少台湾厂商致力开发清真认证产品，最近跟组脱销团前进新加坡，希望在穆斯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这次我们也非常多的厂商都是哈拉厂，那对于新加坡的整个环境它的市场我们都有高度的兴趣，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也认识非常多的厂商对我们台湾的产品也都非常的有信心在这一次我想大家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外贸协会也和业者共同寻找新南向商机，举办说明会，介绍台湾渔业和食品产业现况，推广台湾知名渔业及综合食品展。我们主要是在帮协助台湾的厂商，然后把台湾的产品带到国外。那同时呢，在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叫台湾 Trade Center， 事实上我们也等于是在协助新加坡的厂商寻找台湾的 supplier。脱销会上，台湾茶叶厂商观察到穆斯林青少年族群崛起，对手摇茶饮和进口食品接受度高，商机潜力大。冷冻鱼食品业者也对获得穆斯林清真认证的台湾产品品质精良甚具信心。脱销团此行规划参访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地探访通路，希望借由东南亚餐饮市场打开穆斯林商机。